好啦，这一招应该就死了，不转了。三、四，啊，转转，哇！结束喽。好，我去巧克力那里。哎、欸啊，怎么只有你？对呀、啊，只有我、啊。我回去过年啦。哦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练分身了。好好。可是我们有一个可以解。嗯。跟你讲，他们不在，就是我们大赚特赚的时刻了。嗯。有一个那个，他有一个是每周任务，然后会给很多的钱跟矿物的样子。好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解那个每周任务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Yeah， 任务中归，探索中归来。而且我刚刚看一下，就是他这任务，你加别人伺服器好像也可以。嗯，对，会不用孤单。Waiting for you。好，等一下，他结算了。Come on，在那边踢铁桶。哎 ，Sweet， 哎，难念这个，大家不要看这个，很简单，很困难。啊！抓好一个司机，有了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！新年快乐！红灯方向开了，再开了，开了。嗯，这款游戏就邀你的那应该还 OK 吧 ？EEP 没有啊，分了呀。要什么？好、哦，游戏分类啊。Yeah. 哦，更新资讯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来啊。这个合约告示板，还有那个每周优先任务。你原本的那个是在解那个马枪，对不对？你这只是工程师是哪个啊？哦，彩彩奶子啊！啊、哦、对啊，好好好，对啊，每周优先。对的，你现在任务解到第几个、啊？还是第一个？怎么看啊？就之前我们应该都有接自己的额外的吧？你副武器接完了吗？哪一只？我忘了。哦，接完了。所以你现在任务是空的。空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接那个、啊、每周优先。好。Yeah。哎呦，这样多啊呵！额外金钱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赚大钱，可以可以，真的要发财啦！然后我来看有没有人开。啊，不过加入伺服器，好像还要各自自己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呢。看一下哦，不缺。那你点一下，有那个，就是。该怎么说？他任务旁边会有那个白色的，对，地点采集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啊，在闪的吗？对，算是在闪的。然后什么？我这边看到是什么 CN 什么什么什 么, 什麼洛城峰，你有看到他吗？洛城峰啊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不知道离开自己这边。哦，对，那你要离开，你要离开，离开队伍。所以果然他哎、欸，你离开。对，我们上次我自己进你也是没有嘛，是要各自加。对啊、行啊。对，今天彩彩跟橘不在啊，我们过年去啦。伺服器清单。伺服器清单。然后嘞，中距离、近距离。都可以。好。哇，现在没有哎、欸，我只看到一个，可是他已经三个人。就你这样滑下来，你可以看到旁边有那个白色的。等一下哦，我刚刚就在任，啊，
白色哪里白色？你是说左最左边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最左边。嘿，有什么乘风、哦？对，有几个有白。对啊，跟他，哎、欸，他乘风可以加哦。他现在好好好两个人，加加加，那就是任务关卡。嗯，可以从第一季开直追。有，我打算了。Yeah， 刚才在讲九九。九九，我原本是因为想说，哇，这画风我真的不能接受。难怪我是知道他很厉害，可是他真的是太多技了。就是你要追就要，觉得要从头开始追比较好。真的，这啊，为什么掉出外面？啊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我掉到世界外。我也是。啊 ，bug 吧？这又怪怪的，是不是？难怪一直有人进出。我觉得离开队伍，离开吧！你看他根本连他自己都看不到他。对啊，我离开了。等等，我一个大爆炸，我好像你又回来了。可是我连回去没有，画面整个超奇怪的。哦，像恐怖片一样。影院，你今天没开台啊？什么东西恐怖片？跳出了！我来了！嗨，哎，彩彩，早安！早！耶、yeah, ，这样我们可以三个轮！耶、yeah ！三个轮，那我们就那个吧，自己开自己。耶、yeah ！可以帮彩彩，彩彩任务到哪里？对啊，我看看啊。如果你也是任务解完，我们就可以解每周任务。还赚钱，两百多集动画会死人哦、喔。我好像没解，就剩你了不是吗？上次是看你的副武器差几关啊？那我们就换回原本那只吗？还是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真的是好问题耶。是也可以换不同的啦，我觉得还 OK。看你有想要蓝色小精灵的、欸、还是我想继续玩一样的。你想玩工程师？对啊，因为我的等级本来就落后你们啊。哦。Yeah。 那我们队长怎么想的？没有，我就想说组就是大家等级还是差不多、啊。差不多。对啊。那我哎呦蓝色小精灵。不然双工程师也可以啊，都行都行。你说你也工程师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这边就只剩工程师跟蓝色小精灵。有两个炮塔不错啊，四个吧，不错、啊。因为机枪手我已经25等了，这么高啊！就上次遇到怪怪的，是工程师25嘛？对，一进去放个炮台，哎、欸，满等了。嗯，那彩彩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你来看这边、啊、这台电脑合约。我看一下、啊，看看你的那个任务到了第哪一个？第一个解完了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呀，二三四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帮你解。每次差不多五关也是有。我想说，哦，舅舅的血是不用钱的哎。现在我们很弱、喔欸，没事。我们就六等哦、喔，而且我们都没有升什么级哦、喔。我应该去点天赋哈。对啊。我先把逃跑之类的天赋点满。好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我把那个私人局关掉。嗯。这样子的话，也有可能会有路人。好。存矿，但天赋至少都要装。有，我装好了。跑跑用的，欸、一样哎。那我在干嘛？可以了。嗯。OK。Yeah。你们年夜菜有吃什么很多吗？年夜菜没有，很普通。很普通。跟平常没什么区别。哦，你们家不会特别？有夹子吃就好。
因为我都是返家的，所以家里都会一堆，就都是那些鱼、那些肉、那些菜，没什么。重点是一直煮很可怕，真的，真的。一个鱼，我还特别买那个鱼翅鲍鱼汤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天啊！我是没什么特别，我只喝汤了，没什么吃到。然后后来吃到第三餐的时候，听他们说那鱼翅都老了，很硬。那个是吃好几餐的，哎、欸，他被压死了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，你有看到尸体吗？我没看到尸体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有虫躺在地上、欸，哎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嘿、欸，这是眼睛哦、喔，我是没看到。哎呦，一堆眼睛在瞪我，我戳瞎，哎、喔欸，可以戳、欸，哎，可以戳瞎，可以戳吗？我来戳，呵啊，它叫做闭眼，戳了它，哎、欸，爆了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就这边有眼睛、欸，哎、喔，要挖开吗？挖挖开看里面，旁边都有啊，一堆啊，是吗？有啊，这里、啊、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、欸，哎，这里一堆啊，你又啊，你现在不是那个吼，对。慢慢挖吧、嗯，好吧，没有，好吧，挖土，挖土，什么都没有、啊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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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虫来了。哪里？我试一下哦。这个是什么枪？什么声音啊？霰弹枪。对啊，我盖炮塔。我要盖炮塔。霰弹枪。我是只有一个的炮塔。没关系，我有两个。那我觉得专注一个好像比较厉害。不一样的功能。我忘了那怎么按，我扔到什么？哦，丢到啊！那好像是 NG 吧？我有哎、欸，挖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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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 为什么会有 G 这个按键啊？哦 ，G 就是滑鼠中键。哦，你的中键是这个、哦。嗯，哇，我用了两个了。欸、白痴哦！我拿照明弹打虫。等一下。好好，要回味一下这怎么玩？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咬人！好，没事。没有了，没虫了。应该是要挖挖那个了。嗯。就那个、啊，那个刚刚不是有看到吗？花十五只。这里有鹿哎、欸。消团这么高的吗？那高的那不用理，有蓝色小精灵在。资源来了，哦，有人了，有人来了，有其他玩家了。还是蓝色小精灵哎、欸？啊？因为开那个啊，我是开那个就可重复的。对，不然只会一个工程师。你们去哪了？我这挖小团。OK。嗯。往下走。嗯。哎。对啊。我是觉得蓝色小精灵很强，武器啦。很强啊，很强、啊。那武器是什么？忘了。就冲锋跟散弹枪啊，还蛮稳的。然后又可以逃跑，又可以照明，棒。那里对啊，它的位移技能真的太强了。要那个代表里面暗藏的那个大颗乌马。哇！心心安安。挖得到吗？有了，大哥。快！我叫了，叫了，叫了！哦，真爽啊！都没看到花哎、欸，没有看到花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花、啊。哎、欸，彩彩钱！哦，有爆炸！爆炸！哪里？哦，好高哦！帮我补，我过去吧。好的，去吧。有。好，现在钱钱非常重要。哎、欸，有够到了。这边有繁星，没有，我在挖钱。那边也是钱，挖起来，现在穷到爆，真的，钱一定都要挖。现在要开分身赚钱，不能花，不能花，不能花。真的很缺、欸，为什么局可以不缺钱啊？他没有升级啊，他那时候没升级啊。他找到花了，找到花了，他还没有副武器啊。
哦，难怪。我说怎么可能不缺？怎么了？大钱钱，这样、哦、大钱钱，把我叫来。要怎么叫下去啊？哦、有我到现在还不会叫摸你眼睛。按 C。C 吗？好。这样是好事，代表平常不会乱叫走。哦，没有，对啊，我就让你们叫，我就跟着茉莉走啊。这里怎么没挖干净？一定是路人挖的，我们的不可能没挖干净。没错，一定是干干净净的。对，茉莉，茉莉，哦，满满的黄金。我来看一下大只，我还在上面呢。是，这里也有那个绿色亮亮哎、欸哦。你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上面。绿色亮亮。绿色亮亮。哦，看到了。那就是暗藏大颗。它里面会有一点点内在美的光芒。哦，有挖到。我说看到你说的黄金了，我去挖。好像快挖到了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啊、哦、有看到了。挖下来，有下来了。碎啦。但是，虫卵跟花呢？虫卵有，我有在看到这颗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先。哎、欸，那个扫界塔可以先弄哦。我这里哇掉下来了，你就随便盖一下吧，盖着就好了。茉莉在，茉莉在上面也可以把它，可以招走，你可以招走。我再慢慢挖虫卵，被挖到了、欸。我们是不是？哎呦呦，没有分散，没有。放虫卵喽，第二颗。路人，哎、欸，我们花怎么变十二个啊？我什么都，我都没，我刚都没找到花、啊我。我踩了三个。路人吗？所以小胖子也有在做事啊。没有错、哦。路人有在做事啊。哎，啊，抱歉。没事。哦，来了，来了。打哈 BB， 打哈 BB， 快死！注意啦！补血的。补血之音也太多了吧，榴弹用不好小团，哎又有大的，还来去去吸引注意力，填充子弹，哎呦，有哨塔在 ，no 怕怕，来看看，接下来，怎么掉下去啊？傻眼，难怪想说怎么没有，呵呵，好，接下来都比较远哦，嗯，好。看的是一直走哦。你那个炮塔，你按 R 可以回收，你下次要放的时候就不会等那么久。有，这上次我，嗯，好，学会，每次是等超久。知道就好，对，要按 R 把，你每次用完要把它回收回来比较好。担心这里有那个黄金，好。在虫卵更上面，哎呀，有坏，哇！光之反击拿到了，我、哦、怎么了？你说，我想说，我以为是小胖。啊，这有小团。那我觉得可以
补给舱来了。啊，满了！然后我叫那个来了。上面那里也有消防员，我哭了。嗯，黄金吧？安安 ，Hosen。来那边消防员，黄金，你挖啦。我想说你刚指那边。哎呦，这游戏 Hosen 啊，会上瘾啊。哎呦，挖出来了！感觉用镐子挖起也是蛮快的。哎，后面来了，后面来了！去！不，我的右耳，他一直在打我右耳，呵呵。好小右，还陷下去。Reloading， 还差两个花。嗯，没了，怎么这么快这一波？这一波好少。对啊。看到了最后一个冲卵区。好。哎，超痛！我失败了。我也失败了，没气。就是用那个泡面，没有汤啊。虫卵在上面。哎，还是那是挖过的啊？我不知道，这是刚刚挖的地方。那是挖过的。嗯。哦，小那个路人还以为是没挖过，哎呀，他被骗了。嗯。有那还没去过的。我看到。嗯，可以跟我走，走至下面。好像有点远。嗯，有点迷路。下面吗？这下面有路哎。上面哎、欸，这边上面、啊。就在上面呢、啊。有没有路？是不是要从刚刚外面走啊？嗯。上面没有洞啊。可是我看那个。这有洞吗？是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有个洞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里不是刚刚外面吗？上面啊，上面，你看上面有洞，上面更上面，对，他已经到了，对，能不走这种蓝色小精灵吗？哎、欸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哦。哎、欸，巧克力。不是，是他卡在这里，我烦心、喔。我刚到哦、喔，我烦心哦、喔，我还等你们，我自己跑掉了、喔。我踩上来了，踩一下烦心我就上来了。我还需要等你们，我自己就先跑了哈、喔。哎呀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。Be gone, be gone。花花，走，前面有花花有花，那就一个而已。然后每个人都纯纯看，说不定就有了。哇，你只要盖超久的，大的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一直跑。哎呦，满了满了，花也满了。对啊，守完这一波就按吧。蓝色小精灵准备好了。我手上已经拿好这把枪了。不是，亮一点。从会从哪里了？哦，队友已经按了。他不想等。也还 OK。他 ID 后面有星星。还要怎么走哈？他在走了，补血的，补血的。茉莉在走了，有跟着茉莉动死动。你拿镐子敲。哦，是在录哎，他刚直接拿镐子敲过来。哎，
很好，我又摔到了。屁嘞！哎，这个你们要慢慢叠咯。哎，我摔死了，我意外，我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他救了。多一个很重要，多钱钱很重要。哎，他快跑！哎，你没救起来。哎，猜你跑，你跑我救，你跑我救。你先走。你刚才就差个零点一秒。好吧。在哪？这边这边，要你们要补一下那个。有没有顺着这个这条路上来就可以了。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，帮他一下。嗯。他在下面。对。他睡了。他干嘛？他是被卡住了。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上不来吗？他还好吗？我要放右了。你干嘛？他说杀了他。啊，他卡在哎，挖脚底板不行吗？卡点啊！我知道了，他就是对刚那个这个梯子往前。要救他吗？要救他吗？我救，我救，我救，救一下，救一下。我躲躲躲，有。对啦，一个都没少。因为刚刚这个那个踏板还没伸出来，他被踏板卡住了，他被踏板压在下面，对，压到脖子就卡在那边。打眼，他其实往下挖应该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他好像是脖子卡在那个位置，对，他可能粘住了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可能挖全部都打在那踏板上就无法破坏，对，所以他。有没事，我们拯救他。哎，他也是菜比吧，六等五等。没事啊，钱钱。哎，316这样黄金也才948块，黄金好穷哦。所以猜剩最后一个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看看啊，对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呀，来看看有什么好好喝的。哦，欸，加30%生命值。哦，酒吗？哇，欸，加入我们这很狂欸，两颗星星。那个。老手来喽！喝起来！耶 ！Oh yeah！ 哦，藤壶兽重生！哇，你这要打那个什么？炼狱狼蛛？你把我推下去！是啊。怎么这么棒？是你胖，你才胖。